看这一只乌喙鸫长得怎么样？挺漂亮的。刚才还不跳呢，我可能手机离笼子太近了，这个笼子本来就小，稍微有点怕。我远一点，远点就好多了。天快黑了，趁天黑给他拍个视频。就这样吧，你跳我也拍，不然拍不到你了。好了，不看他了，看我远的踢怎么样。好看吧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